肉全部驾驭起来，它是非常非常柔软的，也是四季可以穿牛仔外套。我们家从来不卖很厚重的牛仔外套。骑士领的部分，我觉得这一次啊是在刷色的表现上非常的好看，它就是这种比较吸水软料的感觉，然后后面还是有这种松紧织带，所以你从背后看起来，我觉得人也是瘦瘦窄窄的。并且呢，它没有分尺寸，就 free size 大家都可以驾驭。甜酷风女孩一定要必备这一件，长度表现上啊，就是刚刚好，它是做比较短版，所以呢，当你穿上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有点这样率性，非常非常的好看。